好吧，八爪鱼，吃八爪鱼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八爪鱼啊？再吃个熬包肉，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哟，小狼狗吃个海鲜还这么恩爱，快赶紧别先别吃了，赶紧给我来300块钱的。大姐，你要300块钱的，你吃得完啊？300块钱不就那么几包海鲜吗？在咱们家一张都用不了，等一下我还要找你呢。来，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，好吃吧？好吃。来，好鲜。大姐，给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啊，这个啊是咱们家的扇贝肉，三包打个还带核的扇贝肉。三包鱿鱼果，每包400克，两袋深海章鱼须，两包无壳无鳞鲨的花甲肉，再来上两袋这样的蛏王肉。等下，今天给咱姐红军的哥姐再送两只黄金熬包肉。行，一大箱14包，只需要2.9，还给您包邮呢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